青山你吃，却把坑我硬送你。不管哪能讲，侬爸爸已经搿样子，侬应该要过来看看伊，哪怕叫一声。阿妹，把阿嫂卡住，阿嫂，吃一日天在心上，再讲人家几句，到底哪能样子的恩义？那来吃了，有没有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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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前头画面高头，阿拉看得出，搿家人家之间矛盾重重。葛末戴五强究竟辣啥地方？阿爸个临终面，伊为啥到底勿肯出来看眼呢？伊拉父子之间到底有啥矛盾，可以让阿妹举下来求情？那爷现在是等于是啥毛病啊？到现在搿种。伤眼。伤眼了。哎，眼歪起了。歪起了。哎。伊等于是现在等了。也不等了医院里想去啊，不是。没医院里对吧？去过啊，去过呢。医生就告伊，就告了家属讲，意思就讲，那只要回去就讲，给伊吃好弄好，哎，给伊吃好弄好就可以了。因为伊就是讲，等于就是没用的人了。那么所以呢，阿拉就拿伊接回来，接回来呢，尽量给伊心里想的有种安慰，哦。哪怕伊辣辣最后辰光，就讲被心里想有种安慰，让伊过了最好短短的一段辰光，让伊过了开心一点。哎。老头子呢，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看看阿拉大阿哥，看看阿拉阿哥啦。阿拉哥呢，因为就是讲为了屋里向一眼事体，有点不大开心啊，搞伊。最主要是房子事体，为了不大开心。那么阿拉爷呢，就一直想最后一面搞儿子见一面。阿拉阿哥现在到现在都不肯来。哎，所以阿拉爸爸现在老难过了，伊闲话都讲不出来了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呢就是讲，跟阿拉哥呢已经讲了，我讲不管哪能，老头子走也要走快了，最后一面，侬让伊见一见。把老头子啊心里有个安慰，伊就是不肯，我就觉着阿拉阿哥了，讲没讲是我阿哥，我就觉着搿阿哥已经没人性的味道了。半个号头之前，医生讲戴根生老人只听几天的声音，困了床浪向的戴根生已经不能讲闲话了。囡老爱人甚至邻居侪轮流守了老人身边，唯独少了大儿子戴永强。我想就是有的爸爸老早过去有的啥再不好的地方，作为儿子来讲，也不应该忘记他父母对阿拉个养育之恩，对吧？不管哪能讲，侬爸爸已经搿样子，侬应该要过来看看伊，哪怕叫一声。我觉着爸爸会得心想，觉得老有的一种老大的安慰，老开心。辣囡恩看来，老人之所以在苦苦支撑的，是因为伊心里想着牵挂着迭个，还没来看过伊个大儿子。虽然讲困辣屋里向迭个三天里向，老人。讲不出一句闲话，但嘴巴里还一直呜呜的发出声音，还控制不牢，经常落眼泪。我帮侬看看伊，侬不要难过，侬这个难过，妈妈要难过死了呀！爸爸侬难过，我帮侬录录伊哦，侬心里向老难过，大概想讲啥么子的吧？还是讲阿哥不来看侬的吧？哎呦，我再想一个，再想想办法，我再叫阿哥来看看侬好吧？侬放心好了哦，侬放心。嗯，侬还想吃点茶吧？爸爸那侬两妈都不要上去，我们来看着怎么了？都难过死了。侬哪能要讲啥闲话吧？我不晓得。啊，我侬吃点茶好吧？嗯，来，我吃点茶。伊爬不起来的呀，侬不要叫伊爬了呀。那是想儿子是吧？等一下我上去寻你去啊。侬不要难过好吧？侬放心好了啊，天气不叫我回工作嘞啊，阿拉也知道交关工作嘞啊，好吧？两家头哭得了去回来，搿事体呢也已经交关辰光了。葛末戴永强是不是因为远在千里之外没办法赶回来呢？不是，让人吃惊的是，戴永强不但不辣千里之外，伊跟老人甚至于只是上下楼之间。那老人蹲了两零一，而儿子呢蹲了三零一，而且儿子呢房子买了阿伯楼上，还是故意搿能做的。侬买了预定嘛，也就算了。一买就眼眼就买了阿拉楼浪向，
葛末现在老爸病了搿能介样子了，葛末告伊讲勿啦，医生告伊讲已经勿来塞了。我跟三哥讲，我重新买了高头，哎，气死老头子老太婆。哦，搿种意思，哎，重新买了搿搭个，哎，伊外加故意哦，伊讲我别地方就是勿买，我就要买了。你买了高头，伊懂我搿能介，我就要搿能介。买了高头为啥呢？伊讲我就要叫伊看得到叫勿到呀。哎，侬去叫过伊伐？去考过伊嘛？考过伊门个呀？有啥地方看下来啦？伊门反正侬阿拉去寻伊，搿门就像铁将军部门一样个，从来勿开门个。就像人家讲起来，上海人讲起来老独头个啦，哪能独头独脑个？搞不清爽一个人现在到底脑子有毛病伐？我真搞不懂伊呀。也不晓得伊拉屋里到底有人没人，人家邻居跟阿拉讲有人个，伊讲上头有人个呀。咾我讲阿拉哪能考了网考是考不开个啦？阿拉妈妈也去考过啊，伊也不开。妈妈，侬不要一个买一张，侬等一下就去考，侬就去考。开有啥么啦？有得搿种儿子啊？搿种儿子介勿讲道理啊！是啥短命儿子啦？行。搿么戴姨娘到底到啥地方去了呢？那讲拨大家听，伊现在人啊失踪了，居委会发动交关邻居去寻伊，但是还是寻勿到。侬看看。一个五十几岁人还做出搿种事体，叫大家讲伊啥个好呢？伊说你脑子要想一几块了，看不去看，也不去弄弄伊。那叫新闻哪也不大好，应该还要去看呢，应该要去看的吧？搿肯定人家还当面勿讲，背后也讲了呀。不然人家当面勿讲，背后头肯定要讲，哎呦，搿只小鬼子哪能搿能抢的呀？也搿能介做我一个，总归要讲两句呀。人家讲我，哎，这怎么人家是想想，总归哎呦搿能介抢的，对个爷娘哪能想想，啥想啥物事啊？不像了呀！事体到现在为止，阿拉没办法弄清爽。戴英强为啥到底要了阿爸弥留之际还不肯出来看阿爸一眼？但是有点话轻，那个他实在并不老讲讲。侬戴英强跟阿爸之间，就算天多矛盾，也不至于辣辣侬阿爸临死之前，侬不去看一眼。侬搿种做法确实没人性。辣戴美英母女两个人的带领下头，阿拉来到了戴英强的屋里。到哪去？哎呀，反正你们那人还在来，那不要可不要，阿拉可不要看样子了，有了。妈，妈，侬，哎呦，妈，侬当心点哦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来，哎呀，老人即将离开城市，作为亲朋好友，谁来看老人最后一面，这个才是神之常情。但是戴英强身为老人儿子，不但十年没赡养过老人，到现在还不来看自家阿爸呢。为啥到底就了上下楼之间的爷娘家头，十年来行动没路人？看到姑娘坐了地上，阿嫂所表现出来的冷漠，真的让人吃惊。难道这个矛盾已经大到难以化解的地步了？阿拉的记者再次来到戴云强屋里，但是最终只看到戴云强的老婆李金明，而伊的讲法让记者大吃一惊。伊讲，不是丈夫无情无义，而是阿公老早就抛弃儿子。但是伊拉对的，其实当初辰光，大家为了房子不开心，弄得来是阿拉夫妻两个头为了搿房子。不开心以后，好了，伊拉老头子还讲啥？伊讲我不认阿拉搿儿子了，伊讲一门心思抱了囡恩。好了，老头子还是去年生日，老头子提出来，伊讲我不认阿拉，不认阿拉，伊讲跟那儿子关系断绝，伊讲后头就下来问一下儿子，一问起儿子还是要，现在是2009年吧，哎，现在已经要下了毛十年了。好了，现在要来各种动作举老摆老侪来了，弄得么看上去难看相，外头人嘛侪认为侪是阿拉不好，阿拉不好。那这个协议书上是什么协议书，什么内容的？什么内容嘛，就是脱离父子关系啊。
已经处理了呀，父子关系处理了呀，就是处理嘛，现在还找上门来干什么了？李新民讲了讲，对你讲，之所以不肯拆迁看自家阿爸，是因为在十年之前，伊要跟阿爸断绝父子关系，而且还写了一份遗书。那么，搿份遗书到底哪桩事体呢？那带了搿眼疑问，记者再次走进了戴根森老人的屋里。当时呢，搿桩遗书呢，是阿拉爸爸老气的辰光，讲了气闲话啦。讲个企业话呢，就讲好像侬要是呢，搿房子呢，搿动迁费啊，就是搿房子呢，就讲肯定是要把阿妹一半个。咁阿拉哥呢就听了勿开心了，阿拉爸爸就讲了，侬不要勿开心，侬就是勿开心，搿房子随便哪能还是要把阿妹一半个。侬真的要搿能介，咁么我就勿肯把阿妹，我就告侬断绝来往。咁么讲呢是阿拉爷讲个，晓得伐？阿拉爷呢当时是憋了股气，急了没办法了，伊呢没啥文化就讲出搿种闲话来了。咁么阿拉哥一听呢，伊当真个了。伊讲好呀，葛末伊讲侬别拿得来，纸都拿得来，伊就当时就阿拉哥写了，写好子呢，乃末开始就从搿能介以后，搞了就勿来往唻，搞了爷娘侪勿来往，乃我搿阿妹也反正勿当阿妹了，就搿能介样子。事体是发生十年之前，当时阿妹戴美英刚刚从安徽出来了，回到上海，因为没房子，所以伊想蹲辣爷娘搿搭，啥娘没想到阿妹迭个想法成为了戴根森爷两家头矛盾的导火线。当初戴英强是不想让阿妹登进来，因为伊拉屋里向五个人啊，登了一套一室半个房子里，阿妹一进来啥没地方摆。本来就19.8是一室半房子，一室半房子呢，儿子阿拉夫妻三家头，再加个阿拉公阿拉婆，共做五个人呢，阿拉是登了是前头房间，阿拉儿子登了阳台一个地方，本身就老小的，葛末搬进来呢，阿拉儿子就困了床浪向跟我困，老公呢就困了地板上，阿拉不是地板了，就四门厅。困了四门厅呢，把阿妹进来被搭了只床，葛末阿妹进来还没出家嘛，侬总归被蹲嘛，被蹲了以后，后头下来问协议，下来问协议嘛，就是讲好的，就是当时我协议高头也没讲清爽，就讲好像阿妹结婚了一定要搬出去。阿拉想想当中老简单的，屋里向事体老简单的，不要弄得老复杂化，对不啦？脑子想想就会得出去的。好了，想不到阿妹一到辰光了，伊还不出去，出家了也不出去，还要摆只床，就是从个矛盾就开始激化了。为了让囡登进来桩事体了，戴根森曾经跟一个儿子有过不开心，伊拉还牵过一个爷儿子，伊觉得当年让囡上山下乡已经亏待伊了。所以不管哪能，囡回来一定要给伊一个地方蹲。当时情况呢，就是讲是搿能介个，上山下乡正好，屋里向呢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到外地去，还有一个人就好留辣上海，对伐？葛末阿拉爷呢，当时呢就一心想拿阿拉哥留辣上海，叫我呢到外地去。我当时心情是老勿好，老痛苦个、啊。我就觉着我一个小姑娘要是到外地去，真个蛮难过个啦。但是呢，我为了阿拉爷哦，为了阿拉爷成全阿拉爷。葛末想拿伊个愿望实现呢，就我做出牺牲，让阿拉哥蹲辣上海，对伐？我当时辰光走个辰光，我真个覅太可怕了，辣屋里向就一只书包，拿伊当成个包背了像真个样个，再拿了一条被头，就勿能介到外地去了，对伐？火车一开个辰光，我心里向真个老痛老痛，老难过。我想为啥道理阿拉爷要拿个儿子留辣身边，叫我做出牺牲，要叫我到外地去？我想想看，我才17岁，我有得啥生活能力啦？有人小姑娘到了外地又没亲戚又没朋友的，多少辛苦了外地十几年里向，对吧？好不容易现在回来了，想等屋里向等个地方都没。阿拉爷呢，可能当时想想呢，哎呦，好像委屈我了，把我到外地去。现在想想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伊讲伊也就好像蛮安慰我了。伊讲侬也不要老难过啊，伊讲侬呢，伊讲那我爸爸没地方等，还要弄只高老头出来帮侬搭只床，侬住了海，侬放心点住好了。我当时听到阿拉爷搿能介还讲，我心哦，哪怕阿拉爷讲我自己再也得啥勿开心，我再对我哪能，我一眼没余了，真的一眼没余。这个呢，一间19.8平方米的房子，蹲了6个人。当时戴云娘跟阿爸之间矛盾还没可能生，一直到阿妹结婚了，伊拉想阿妹总算可以搬出去了，但是让伊拉没想到是，没过多少辰光，搿套老房子要拆迁了，问题就可能来了。好了，想不到后头拆迁嘞，拆迁讲房子要背了囡一大块房子，伊讲阿拉真的只小头，伊讲。为啥搿房子拆迁会得那产生矛盾呢？产生矛盾嘛，就是分配不均匀呀，偏向伊拉囡嘞。伊拉囡恩嘛，多个比伊拉一个儿子会讲，阿拉个姑娘出头，阿只嘴巴是会讲的。侬看，那去问问伊好嘞。伊从来勿会得讲自家错的，只讲喏，伊拉阿哥哪能勿好啊？伊拉阿哥哪能讲勿孝顺啊？搿辰光呢，就涉及到一笔动迁费。阿拉哥对伐？就哎哟，伊搿辰光就只当肚，人家讲起来肚皮里向真个小舅舅老结棍个啦。伊就想拿搿笔钞票呢，最好独吞，对伐？甚至于勿要拨我。
等我哩，就叫阿拉爷拿我滚出去。葛末侬想想看，阿拉爷听了搿闲话以后会得开心伐？肯定是勿开心的。一想毕竟是自家子女呀，对伐？后头伊就讲搿勿来三个，阿拉爷呢就讲拿搿个动迁费呢就讲平分，晓得伐？平分呢意思就是讲，葛末八八平咯。葛末阿拉哥呢勿开心，伊觉着囡恩做啥要好平分啦？囡恩有啥资格拿钞票啦？于是为了拿到房子拆迁费问题，儿子跟阿爸两家头大吵了一趟，一直吵到双方写了田地上头就物质关系一年时为止。从此之后，伊拉爷两家头就分道扬镳，再也没联系过。搿天早浪向，应该跟上老人要求，一个楼户和邻居一道拿伊从早浪向抬回来，伊要亲自到儿子门前去看看儿子。尽管答应讲十年没见到赡养儿，甚至有个阿伯姆妈辣户籍高头碰着，也像陌生人一样。但是随着时光流逝，老人已经忘记脱了矛盾，伊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儿子重归于好。阿哥啊，侬来害怕侬啊？阿爸，我来看看啊！阿爸，搿样子也勿来看啊！侬为阿拉三千多人帮忙，一道喊上来，侬来看去了啊！来看到爷啊！看到旁边哭诉的老婆和囡儿，老人的表情无比复杂。伊真的老希望儿子能够开门叫一声阿爸，但是留拨伊的依然是失望。怎么搞意思了？怎么出来了侬啊？做两天还不许他了侬啊？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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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，侬就是想儿子对吧？就是想哥哥对吧？哥哥肯定会得来的呀，侬不要急呀，爸爸哦，侬急了，妈妈要急了，身体不好呀，好吧，侬放心好了哦，我肯定要让哥哥来看侬啊，侬放心好了哦，爸爸。爸爸，侬不要急呀，阿拉爸爸刚刚难过，我哪能办了？我吃了什么也哭了。爸爸，你放心啊，我肯定要让哥哥来回，哥哥不来回，我还会帮伊关门的呀。爸爸，好不啦？你放心呀。哎呦，侬不要讲了呀，我难过死得嘞，爸爸。不晓得戴英强为啥道理会得搿能狠心，面对阿爸临死之前召唤，伊看到迭个一幕，不晓得也会得心动。伊不晓得作为长子，伊辣伊阿爸心目当中位置有多少重要。因为想看到大儿子，所以老人才一直苦苦的支撑着。为了老人达成心愿，照地驾土，老爷子和囡儿才会得去聚了海求戴云强。那么现在戴云强在啥地方呢？据我主人打电话来讲，伊拉总算寻到戴云强，伊是为了压脱大家，竟然压到朋友屋里去了。辣居委会主任的带领下头，阿拉总算和戴云强见面了。哎呦但是当记者提到要戴云强回去看看自家阿伯的辰光，戴云强竟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。肯定没去，对吧？伊既然晓得我去，伊当初为啥能搿能样子呢？对吧？伊如果当初辰光心里我头，你至少我又会能搿能样子吧？因为戴云强固执，居委会主任劝了有半年也没结果，伊突然之间睬也勿睬大家，一家头跑脱了。辣记者的劝说下头，戴云强终于回到了居委会，最终也答应去看阿爸的最后一面。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我不能！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我不能！哎呀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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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爸爸，阿公来烦侬了，对不起，放回去，放放心了，爸爸。阿公，侬快点叫上爸爸呀，侬快点呀。爸爸，你到底在哪叫呀？是被我们两个人弄哪里了？侬叫伊呀，阿公，侬快点叫叫伊呀。小姐，跟他爸爸讲两句闲话，让他爸爸安心点个了。让他爸爸安心点，一路好走好。小丹，小张，快点劝劝老公，劝劝老公。俺今俩来了，俺还是要问小心的，侬讲对吧？哎，快点，劝劝老公。哥，我来看你了。侬安心走吧，阿爸眼睛睁着。爸爸。爸爸，侬就安心哦，哥哥照顾侬了，哥哥也叫侬放心，侬放心好了，爸爸。不晓得对你讲最后这个几句话，有没有化解父子之间多年的矛盾？也不晓得这个几分钟是不是能够搞完阿爸的心里。对你讲离开之后，老人已握了最后一口气，也许已经这样的牵挂，可以没遗憾的走了。聚会只能告耍了。接了老人去世的第二天，戴英强一家人家收拾行李，也离开了自家这个屋里。伊并没帮阿妹一道去处理阿爸的后事。戴英强为啥到底为了搿个辰光离开呢？阿拉情愿拿这个举动啊，理解成一种愧疚。或许是戴英强没办法再面对楼上楼下所有人，而选择了离开。那故事讲到这了，我阿亲要送给戴英强一句：今天远远没亲情来得搿能重要。要是等侬老了之后，侬个儿子也搿能待侬，侬会有啥感觉？阿拉希望侬现在辣年轻辰光能够快点痛改前非，因为辣辣屋里还有侬个姆妈和阿妹等侬啊。好，今朝只故事呢就讲到这，阿拉下趟再会。